诸位同学，请看第三史第二番开始啊。我们从长行看起啊，古人道：青竹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这个两句，前面一句呢是比喻，是陪衬的话，后面这一句才是主要要讲的啊。清水珠在前面呢跟诸位略说过啊，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呢是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了在大小乘所有一切法门当中啊，以念佛法门最方便的啊，最简单最稳当。那么我们念佛念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是不得受用？这个乱心呢，依然如故啊！啊，这原因在哪里？是不是这个念佛不灵呢？念佛这个方法不灵了，那么其他方法大概啊都不会有效果了啊。实在说，不是念佛方法不灵，是我们对这个方法了理解有问题念法也有问题啊。如果对这个方法理解不够透彻，我们会怀疑，怀疑障碍你功夫的成就啊。那么讲经说法目的是在断疑生信啊，清净信心现前了，不需要听经，不需要去研究教了啊，那都是变成多余的了。最重要是坚定信心，清净信心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帮助大家断疑生信啊，破迷开悟，是帮助这个开悟了，信心升起来了啊，最重要的是修行呢啊，那真干呢，持名念佛是行门
持名念佛的原理原则是真心切愿支持名号啊。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是净念相继啊，这个净念要清净的，清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这个叫净念的。相继是不间断，我们念佛有没有做到？我们疑没有断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对家人、啊亲朋好友、对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的变化，特别是关注到未来，我们的疑惑不断呐。念佛哪能没有疑呢？念佛如果说没有疑了，这外面所有一切疑通通都断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你看看古大德放下身心世界啊，提起正念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他不疑了啊，又疑他能放得下吗？他都搞清楚了，都搞明白了，那么有些虽然没搞清楚没搞明白，他也能放下啊，那个我们说他的善根福德深厚啊。为什么呢？念佛这桩事情重要，往生西方净土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这次遇到了一定抓到，其他的不要了啊，抛弃掉了。他不疑呀，啊！念佛决定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念佛如法了。所以佛号啊，投向乱心呢，乱心自然就消失了。这个法子好啊，很有效啊，诸位要认真去念，如理如法。我常常讲啊，三个月到六个月效果就很显著啊，到显著效果你自己发现到了，这里面就产生法喜充满了，你就喜欢念了啊。开头难啊，开头怎么样呢？要把你烦恼习气扶住啊，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很严重啊！啊，你如理如法呢，自自然然就扶住了啊。这个里头最要紧的啊，我们平常常讲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功夫决定不能间断啊，决定不能夹杂啊！你越念心越清净啊，你感觉到什么呢？妄念少了，妄念少就是烦恼轻了，哎，智慧增长了啊！以前看东西、听人家讲话听不懂、听不明白啊，现在哎，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智慧增长
念佛功夫得力了，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了。如果讲到事业心、理业心，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功夫成片的，只要我们稍微努力一点，个个做得到。所以这个法门，古大德说：“万修万人去啊！”念佛而不能够往生，肯定念佛有怀疑，有夹杂，常常间断。这个间断很可怕。你一间断，烦恼就起现行。唯有功夫不间断，才能把烦恼控制住。那这个烦恼不是灭断，佛断。你有能力控制住了，这个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烦恼不会现前。所谓的是心无二用啊！你不可能一心二用，又念佛又打妄想，那不能，不能二用的。念佛的时候决定没有妄想，妄想起来的时候，念佛一定破坏了，肯定的。这个先把这个重要的意思提出来了，就好像个题目了。下面给我们解释：西天有宝，明月清珠啊！这个西天就是讲的印度。印度有这种宝石，这是属于宝石，叫清水珠啊。说为此珠啊，投入浊水中，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呀，即便清洁。那么这个东西用现在这个科学眼光来看呢？这个珠放在水里的，它起化学作用，能把水里面呢这个染污把它化解了，所以这个水呢就恢复到清净了。那么在我们中国，我小时候住在农村，中国那个时候很落后不但农村没有好的水源呢，就是都市里面、小城市里面没有自来水啊，只有极少几个大都会里头。有自来水，我小时候我住家乡，我们榆江县没有自来水。抗战期间，我住在福建，我住在延平，没有自来水，建瓯也没有自来水。水要买水呀，专门有挑水来卖的。那么家里头有个水缸，每天买水呀。这个富裕的人家，自己家里头打井，有井水。我们住在农村呢，农村都用河溪流里的，小河溪流里面的水，这水不干净。所以我们到河边去挑水，挑回来之后，这个水一定要让它沉淀。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没有这个清水珠啊。中国人用明矾。明矾呢可以帮助
这个浊水呀，把它沉淀，沉淀到缸底下，上面的水就很清净了。啊，那么这个方法我们小时候常用。啊，那我们相信这个清水珠啊，大概是像明矾这一类的，啊这一类东西，啊，所以入水一寸呢，在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之尺，乃至于底。啊，在浊水也随之而成沾。啊，成沾是形容，很清洁，啊，一丝毫染污都没有了。禅师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啊，做说法的前提啊。然后这正说了，当知清浊者，欲念佛之净念也。净念相继啊，啊，用这个清浊来比喻啊，念佛的净念。净念呢，就像这个清水珠一样。啊，浊水呀，与杂乱之妄心也。我们的心里面妄念，起伏不定。啊，真的，前面一个妄念灭了，后面一个妄念就生了。日夜不断，我们的心不清净啊。像大海水一样，波涛汹涌，从来没有停过。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清净心生智慧，波动的心生烦恼啊。波动的幅度越大，烦恼越严重啊。果报在三途，啊，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变现出来的。事出世间的学问没有变，清净心而已啊。所以佛法的修持，枢纽关键就在一个定字啊，戒定慧三修啊。戒是手段，帮助你得定的啊，定并不是目的，定能开慧，慧才是目的啊。所以佛法智慧之法了，佛学是智慧之学啊。啊，禅宗不是修定的。你要认为禅宗是修定，那你就完全搞错了。
你看看《坛经》，六祖大师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啊，就把禅宗的宗旨活盘托出啊！啊，他叫大众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禅宗是般若，般若怎么现前呢？要定啊！所以，禅宗啊，修定是手段，开慧呀是目的啊。所以他的目标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般若智慧呀。那么禅求般若智慧，教呢？教也不例外啊，大开圆解。你想想看，是不是般若智慧？啊，我们净土宗呢？净土宗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生智慧啊。啊，法门尽管不同啊，啊，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啊。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能够成无上道，啊，都能明心见性，都能见性成佛。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则，大致上你的修行不会错了方向。不会错了目标啊，这个界定会是总方向总目标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那这个比喻我们搞清楚了，现在我们怎么样下手来做功夫呢？啊，这个地方是讲究念佛最重要的方法了。当妄心杂乱之前，能举起一念，这个一念就是六字洪名啊，我们在心里很烦很乱的时候，也能提起这一念啊。但是这一念效果不显著，什么原因呢？你看看我们的心态有问题。如对此尊，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态？如同面对阿弥陀如来，如同面对释迦如来。这个至诚恭敬啊，我们这个念佛了少了这一份恭敬心啊，所以效果啊大大的衰退了。啊，打了很大的折扣了，几乎看不到效果了。用功，心态，至少
要占90%。你的方法顶多只占10%啊。我从前劝学讲经的同学，我曾经这样劝过。啊，你们讲经想学讲经的方法，我常讲讲经的方法，顶多，啊，那个重要性呢，只占10%，而90%是你的态度。啊，我在那一年研学纲领里面讲过。真诚恭敬重要啊，印光大师讲得好，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二分诚敬得二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啊。我们这个举起这一声佛号，有口无心啊，没有恭敬心啊，你怎么会有成就啊？恭敬心之养成，不仅仅是在念佛的时候，念佛的时候我有恭敬心，不念佛的时候没有恭敬心，你那个恭敬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一切一切，一切即一，你要是对佛恭敬，你也会对一切众生恭敬啊。甚至于讲的是，你能对一切蚊虫蚂蚁都恭敬啊，你看到他们一定或长蚂蚁菩萨、苍蝇菩萨，你的那个沉静心呢升起来了啊。你还达不到这个，你恭敬心没升起来啊，起心动念烦恼做主啊。啊，至诚恭敬呢发不出来呀！啊，不但对一切动物，对一切植物，亦佛如是。啊，你看到任何地方看到花草，乃至于任何一切物品，都恭敬。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对于他的恭敬。从这些地方才能真正看出你对佛有没有恭敬。啊，只对佛恭敬，对其他的不恭敬，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华严经上讲得更好，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无情是植物，是矿物。你对植物、对矿物，通通有恭敬心。所以，首先呢，要学敬呐。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头一句礼敬诸佛。我们缺乏的是这个，我们缺乏礼敬，我们缺乏赞叹，我们缺乏供养，我们缺乏忏悔。所以这个一句佛号不灵啊。你明白了吗？你要这一句佛号念的灵，念的有感应，念的起作用，真正能把你的这个妄想扶住，从至诚恭敬里面念出来，这就有效了。如对此尊呐，啊，按定六字洪名，啊，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字字清楚。啊，一个字也不含糊。啊，一一
出口入耳。啊，这是古大德教给我们摄心念佛的方法。佛号从至诚恭敬心里面生出来，从口里头念出声音出来，从耳朵里头再听进去。啊，现在人讲，你的注意力了集中了，不会分散。这个样子能止妄念。古人用这个方法有效啊，他把这个有效的方法现在传授给我们了，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学习试试看，真的有效。这次杂乱自然随念即尽，啊，这就是功夫啊！啊，一点都不勉强，自自然然的妄念呢不起了。这个杂乱就是妄念，啊，那么在开始你会觉得妄念少了。纵然是说我们先初学还是这个念妄念起不起还是起，啊，但是少了。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读到，啊，有不少人常常写信呢问老法师，啊，念佛念了很久了，每一支香里面还有很多妄念。一支香，这个长香呢，一般是一个半小时。啊，这一支香，因为在从前，科技不发达，时钟那是富贵人家才有啊。一般普通民间没有时钟啊，啊，时间怎么看法呢？大概天晴看看太阳在哪里，以这个来判断呢时间。晚上呢看月亮看星星。啊，平常你像我们念佛的人，他都是用香，啊，所以说时间是一支香、两支香，啊，一支长香大概一个半钟点，两支香三个小时，啊，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呐，啊，人人手上都戴个手表啊，在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么一支香里面还会起很多念头，啊，我们在印祖文钞里面看到，啊，印祖的大夫说，一般用功得力的人，啊，也就是说真正做到了精念相继，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样啊，念上三年，大概在一支香里头，还有三五个念头，啊，就很少了。偶尔会有念头起来，啊，有三五个，所以要常时熏修，啊，这个妄念起来
不要去理会，不要害怕，那是正常的。啊，你不念佛的时候，你的妄念你自己没有觉察，非常非常多，太多太多了。啊，这一念佛呢，想把它扶住，发现了，发现妄念非常多，所以有人害怕。啊，我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妄念，怎么一念佛的时候这么多的妄念？这个时候你自己晓得，不是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妄念，不念佛的时候也是这么多妄念，没发现。啊，现在一念佛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正常现象。啊，你念佛的功夫不能间断，你要认真努力念下去，慢慢的说你妄念越来越少，功夫就有进步。啊，如果念了一段时期妄念还是那么多，没有觉得减少，那么自己好好检点反省，我们念佛这个功夫一定有问题。啊，大概呢这个总的问题就是没有沉浸心。啊，所以念佛的时候啊，在初学也能加上观想，啊，我念佛的时候，如同佛在我面前，啊，这样子说，提起自己的真诚恭敬，有这个好处，啊，或者呢，念佛的时候在佛下面前念，在佛堂，啊，如同佛跟我在一起。我在佛的面前不能不恭敬，不能随便。啊，它有个约束的力量。啊，所以功夫得力，啊，有真诚恭敬心，哎，自自然然妄念的慢慢就减少，啊，随念即净呐。自是一念呢，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移，啊，这个不移就是不改变，啊，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一生都不改变，啊，一心一意，诚诚恳恳。希望把阿弥陀佛念来，能做得到啊！自古以来，做到的人不少啊。所谓是至诚感通。真诚到极处，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佛来安慰你，佛来给你做证明。啊，有时候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的阳寿。啊，到你寿终的时候，啊，佛来接引，啊，把这个讯息告诉你啊，那个讯息非常可靠啊。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有不少聪明人。真的感应到佛现前了，告诉他还有多少年寿命，他不要了。啊，阿弥陀佛，好不容易把你念来，现在我就跟你走。这种人很多很多，
不止盈科法师一个人呐，很多啊。那盈科法师事情是大家知道啊，有许多人这个事情他不告诉，他没告诉人呐，别人不晓得。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很着急往生，听说还有多少年，行，慢慢的把后事通通交代清楚，交代完毕，时辰到了，跟佛走了，这些事情，我们只要细细去读《往生传》，读《净土圣贤录》，你就能体会到。所以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念念不已啊，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那么这就是这个教，就是楞严经啊，楞严经上所讲的，度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一段把净念相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说出来了。那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举起一念如对此尊。这沉浸下面这个里面是念念不已，这就是净念相继，重要啊！这个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下面禅师非常恳切慈悲地教导我们，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重念生死轮回之可悲也，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这一段是讲念佛用心，要像这个地方开始所说的，才能够相应。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开示，或者你听到，想想我平常念佛跟他说的相应不相应。如果相应很好，好好的保持，如果不相应要痛改前非。头一个信心恳切，真诚恳切，正因凛然呐，修这个法门，发菩提心，业相专念，这是往生正因。你看看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往生专门讲念佛方法的三倍往生、往生正因，真念平静啊！正因清清楚楚，一
点都不含糊。重念生死轮回之可悲，一定要有这个心。无量劫来搞生死轮回，所谓头出头没，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头出，这是做了一点善因，遇到缘生在三善道。三善道的报报完了，业恶的因现前了，马上一个跟头栽下去三恶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只要你是在六道里头，你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非常之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所以六道轮回里头的众生呢，三恶道是他的家乡啊，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的，时间很短暂呢。你要晓得这个可悲也。你的生死心才起，生厌也是厌恶，厌烦呐，什么事情呢？尘劳纷扰，就是我们现前这种生活状况。年轻人不容易感触，七十八十的人实实在在说，这个世间差不多也都见过了，看久了讨厌了，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厌世厌世不能解决，这非常悲哀。每一天人事物的烦扰，身心得不到清净，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这个生活是痛苦啊，这里头哪里有快乐呢？轮回苦，现实的生活苦，尤其活在现代的社会，现在人不知道什么叫仁义道德，不知道啊。深深的迷在五欲六尘的诱惑之中，不知道回头。这些诱惑全都是负面的，那说的不好听的是全都是罪业。尤其现在是电脑，电脑的内容是些什么？
我没看过，我听一些同学们告诉我，里面都是杀到阎王，都是叫你作恶。那你说这多可怕呢？啊，年轻的，甚至于小朋友，啊，从小他迷恋在网络上，每一天在看这些东西，把他一点良知良能全部都破坏掉了，破坏得干干净净，可悲可痛啊，无过于世啊。这个世界说什么有灾难？不可能的，灾难从哪里来的？灾难是从恶业感召来的啊！这些人造恶业，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为什么呢？他已经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啊，沉迷在这个里面。你要讲一些善的东西，他就感觉得很奇怪。啊，他从来没听说过。啊，听到你在讲神话，啊，他不能接受，他听不进去。啊，他的心是大风大浪。啊，这还得了吗？我们看看现在社会所造的因，所造的缘，然后你就会想到后面是什么样的结果。啊，科学家研究地球的历史，这个地球的变迁、进化，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地球过去有高度文明，啊，但是文明发展到一段期间呢，被毁灭了。啊，科学家认为，至少啊，地球上曾经有四次，啊，达到文明的高峰，突然之间被毁灭。啊，那么我们现在科学技术有没有达到巅峰？我看差不多了。啊，这个巅峰是什么呢？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破坏了地球啊这个生物的平衡。科技发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今天懂得大自然要报复了。啊，大自然一报复，那不就灾难来了，世界末日来了。最后看看谁胜利谁失败。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很有味道。啊，人定胜天啊。啊，人的聪明智慧制造许多机器啊，胜过大自然，遭天怒，遭鬼神嫉妒。鬼神嫉妒，遭天怒，天发怒了，你麻烦来了。啊，是不是这个大的毁灭
要来了。啊，古人很多谚语里头藏着有玄机，细心去观察了，你能够感觉到他那个话里头，话里头有话了，意义很深很深呐、啊！啊，给我们高度的进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有认真的忏悔、改过自新、念佛求生净土。请继续看这一段开始。我们从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众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啊！从这个地方念起啊，这个我们意思前面说过了。接着看下面，举起一身佛名啊，也就是说，在这样沉痛的心情之下，提起这一身佛号，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金。恒安当选，如大火人心疼言之，因之则了，出之则伤啊！啊，我们看这一段啊，确实。中峰禅师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状况。啊，这个社会状况也是逐渐演变的，啊，逐渐往下坠落。大概从什么时候呢？应该是讲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世风日下了啊。我们怎么知道呢？看看孔老夫子所说的，我们就明白了啊。夫子当年在世，盛赞尧舜禹汤啊，尧舜大概比孔老夫子要早2000年啊。孔老夫子到我们现在啊，大概2500多年，尧舜应当是4500年前。他赞叹上古啊，人人呢、啊，都懂得孝悌忠信呐、啊，都能遵守啊伦常道德啊。孔夫子那个时候就很感慨。社会的动乱啊，他生在春秋战国啊，深深感到道德的沦落，世风日下啊。从孔子到现在2500多年啊，那么到近代这100年来，可以说是这个伦理道德的坠落
是加速度的在崩溃，这不是坠落，是崩溃了。坠落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到今天的崩溃了，完全没有了。啊，伦理道德变成历史上的名词了。现实社会里面呢，不但你见不到，甚至于这名词都听不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外国许许多多宗教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我们过去30-40年之间也接触过这一些的记载报道，那么现在呢，几乎我们能够看得见了，一般的记载都定在公元2000年，今年03年了，明年04年了。如果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那你自然真的会放下万缘，会把你非常宝贵的时间抓住，认真努力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其他的事情附带的，不是我正经事，我的正经事是念佛求生净土啊。那我们还要听经，听经是为什么呢？帮助我破除迷惑，帮助我清醒过来，帮助我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帮助我了解西方道路上的一切状况，听经是辅助啊，赶路要紧呐！一面赶路，一面在听介绍，这未尝不是个好方法。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介绍不要听了，一直走就好了。走到了，不就都知道了吗？这是真正聪明人。举起一声佛名，直下更无意见。这个无意见，再没有怀疑了，再没有分别，再没有执着了。什么都放下了，一条路一直走去吧。下面禅师举了个比喻，入胎儿界，恒安当选的。这个胎儿界是宝剑，好像是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干将干将默写这两个人都是铸造这个宝剑的专家，是他们铸造的，叫太阳剑，锋利无比，这就好比在打仗一样，这个将军手上拿着宝剑，乘着战车，这个轩是车前面的横杠子，手扶在这个车上，
拿着宝剑，这是在战场上的姿态啊。又如大吼人，心疼焉知。哎，他这两个比喻不知道他怎么想起来的啊。讲太阳剑呢能讲得通，用那古时候这个上战场冲锋陷阵啊，这是横案当先，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后面这个大火轮心疼焉知，这个大火轮好像是好像现在的原子弹呢。中峰禅师是元朝初年的人啊，那个时候科技没有发展出来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讲的大火轮心疼焉知啊，用原子弹来比喻是最恰当不过的啊。那么这两种都是战争，人祸，天灾人祸啊。这个中峰禅师是明心见性的人，我们知道见性的人呢，空间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啊，未来的事情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啊。所以这一句很可能就是讲的我们现在啊，万物无论什么，你只要接近它，焉知则燎，这是讲大火轮。你接触到，你就被烧了。啊，除之则伤啊，那是太阳剑。太阳剑碰不得，你一碰它，你肯定受伤啊。禅师用这个来比喻夜深佛号，夜深佛号就像太阳剑一样，就像大火轮一样啊。那什么东西除之皆伤，焉知则燎呢？那个大火轮比喻什么？比喻般若智慧。太阳剑比喻三昧，三昧般若。前面讲的死生轮转，尘劳纷纷，只要碰到定慧它就没有了，烟消云散了。用这个比喻来说，这只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是我们念佛的目标啊。我们念佛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求一心不乱啊。到一心不乱的时候，能所两忘，这是离一心，这不是思一心啊。为什么呢？能所两忘就是入不二法门了，入不二法门如来的境界啊。那么念到一心不乱，这离一心不乱化身菩萨了。道家之说不容再举了，为什么？那是废话啊！道与不道都没有了
啊，入波尔经境界了吗？戒禁之词何劳挂齿？这个法门是禁路啊，前面跟诸位报告了，禁中禁又禁啊，是修行正果最快速最近的一条道路。现在你已经到了，不但这些话没有了，念头都没有了。这几句话完全讲的是功夫的境界，你已经其如念佛三昧了，你已经入不二法门了，已经其如如来果地上境界了，可谓真修行之神殊啊！啊，这是亲证呐！啊，熟是方法啊，你用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达到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你证明了啊，这个信愿持名啊，是修行的神殊啊，啊，这个殊是方殊啊，超方便之正统啊，一切方便法里面第一方便。这一条道路正路啊，直通佛道啊，当中没有弯曲啊，这是一条直路啊。凡夫成佛啊，快速稳当，简单容易，成就无比殊胜，得来不容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虽然在虚空法界极力的宣扬，真是陈说差数，无时无处不说。很可惜的，识货的人不多。啊，这说明说大多数人不识货啊。啊，总认为这个是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哪有那么样的成就？生不起信心。啊，把它贬作老太婆教啊，这是许许多多人一直到现前还有这种错觉啊，认为佛的许多大经大论那是对上根立志人说的，这个念佛求生净土是对下下根人说的啊，对那个没有知识没有程度啊，愚痴人对他们说的啊，甚至于还有更误会，释迦牟尼佛讲这种故事安慰那些愚痴人啊，那些愚痴人很可怜啊，不是真的，你看看这个误会多么严重啊，你误会的罢了了，你还影响别人所谓是一盲一盲啊，相亲入火坑啊，啊，这是世间最悲痛的事情啊，啊，如来把无上的珍宝捧给你，你不会，你不认识，不识货啊，你把它看作一文不值啊。
丢弃不顾啊。啊，识货的人，啊，这佛经上讲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集的善根福德，啊，他这一接触就明了，一接触他就相信，啊，这不是别的。善根福德，啊，因缘成熟了，啊，他就能接受了。但是凡夫在凡尘里头受了严重的染污。纵然过去生中善根深厚，真正接触到能够生生信发愿，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在前面我跟诸位报告的时候，那要时节因缘啊，要遇真善知识啊。什么叫真善知识呢？自己一生当中最敬仰的人，最佩服的人，啊，最相信的人，啊，就这三个条件，到哪里去找？啊，你要问问，在这个芸芸世间，哪一个人是你最佩服的？哪一个人是你最信得过的？你最尊敬？你要遇到这个人，你跟他去学，肯定成就。这个话不是妄语。为什么说肯定成就呢？大乘教里头佛说的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对这个人能生信心啊，这个人教你东西的时候，你百分之百的去做啊，你怎么会不成就呢？啊，同样是这个方法，同样是这么一句话，啊，另外一个人跟你讲，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当然你更不会去奉行，所以你就不能成就啊。自古以来，什么叫善知识啊？我们在古大德语录里面、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啊，我年轻初学佛的时候看到奇怪。啊，有学人去参学。啊，这个善知识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啊，都是被人称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善知识。这个学生去参访他，他告诉这个学生，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啊，你的语言在某某地方，你到那个地方去参访那个人。哎，这个参学的人听了之后，果然听他的话，哎，到那个地方找到那个善知识，果然，没几年，在那个地方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成就了。我那时候想啊，他怎么会知道的？他既然知道了，他为什么不教？啊，介绍他到别的地方去？想不通啊。那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他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亲近哪个人，你会开悟，你会证果。有这种本事的人，
到以后学佛时间久了，慢慢的懂这个道理了。古人言语文字都非常简单，一桩事情几个字，一两行，就记录下来了。那想想我们现实生活，如果有一个人来拜访你，来向你请教，一定谈了很多话了。这些话要记录下来，总有几万字啊。他只有几十个字啊，那么样的精简，于是许多东西我们看不出来啊。我们现在人看到生疑惑啊，这个最普通的，要有个人来拜访你，你一定会问他尊姓大名啊，家住在哪里，你从什么地方来啊，你过去亲近过哪些善知识啊，在这么多法门里面，哪个法门最有兴趣，肯定问这些东西嘛。那我们年轻的时候这善知识老师也问嘛。问了到最后啊，告诉你，你的缘不在我这里。那是什么呢？看他的志趣，看他的爱好，看他对于这个法门的尊重，他心目当中最敬仰的是什么样的人物？这些东西通通都问清楚、问明白了，这再说。你心目当中所求的，我这里没有。我这个地方修学的跟你的志趣不相同。佛法记住，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绝不改变别人的愿望，不改变别人的兴趣，不是说，哎呀，你把那个放弃了，跟我学就好了。天下没有这样的善知识。那不是真正善知识，真正善知识一想，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哪些大德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大德，他所修的，他所学的，跟你的兴趣一样，你到他那里去，你一定会成就。这么介绍去的呀，就好像现在读书一样，读大学啊，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你可以学哪个科系？那么许多大学里头，哪一个科系是哪个学校最好？可以给你介绍。详细记录下来了，那我们一看就明了了。古书记载的太简略了。并不是这些人的时候有神通啊，不是的呀。这现在我们了解了。你比如说，有年轻人到我这儿来，他对于禅很有兴趣。念念不忘，对念佛不感兴趣，那我就一定建议跟他说了，你的缘不在我这个地方，我也会套古人的话说，你的缘在某个地方，那我们现在知道的，自己晓得的，这个
宗门的大德，我们最敬仰的，这个香港大屿山的圣严法师，中国大陆也许有，但是我们很少接触，不知道。这个大屿山圣严法师，我们很熟。他的道场我去过，确确实实还保持宗门的风范。每一天有一定时间坐下。我去参观的时候，禅堂里有40多个人。还有几个外国人，都是在学禅坐的，我就会推荐呢。喜欢法相为师的，那现在我就不知道谁对这个有专长了，在从前延培法师，他对这个有研究。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就会给你介绍。你去亲近延培法师。这叫奇迹呀！不能说啊，我这个念佛法门比那个还好啊。你把那个放弃跟我学念佛法门呢，这个不可以。如果要是这种说法，释迦牟尼佛当年何必讲这么多法门呢？讲一个念佛法门就好了嘛。你就晓得，诸佛如来，一切菩萨摩诃萨，声闻缘觉，都知道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一丝毫不勉强。如果有一点点勉强呢，那就你自己加了一点意思在里头了。怎么样能够做到一点意思都不加进去？自然的，自然而然。这才是真正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我们要认识要学习的。这个世间人的毛病往往是什么？自以为是。总喜欢呢改变别人的，叫别人都跟着我。那世间人。不能够顺到他的根性。顺着他的爱好。不能随顺。这个十大愿望里面讲的随喜功德。要学着能随喜，能恒顺。人能随喜，能恒顺的，自己的心一定是清净的。所以说永远保持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一切随缘，绝不攀缘。这个是说你正德修行的神书，这个神书是专指信愿持名这个法门，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智惑之雷霆，
智乎是小虫，有许多小动物冬眠啊，冬天呢它就睡觉了，时间很长，到什么时候醒过来呢？惊蛰这一天大雷了，春天雷响了啊，一打雷呀，把它惊醒过来，它就醒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就称之为惊蛰啊。那么这里讲破死生智或者雷霆啊，像春雷一样啊，把冬眠的这些动物啊惊醒过来了。烛，这个烛是照破啊，照见啊，烛迷惘幽居之日月啊，居是道路啊，幽居这是小路这一句佛号就像日月一样，把这个路照得清清楚楚，你不会迷途啊，不会迷失道路了啊。那么这些都是比喻，比喻念佛法门功德成就的殊胜。超出一般法门呐！啊，一般法门修学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你缺个一条两条，你就不能成就。唯独这个法门简单，条件最少，只要信，只要愿，只要肯念佛。啊，只要你能够放下万缘，你就成就了。啊，所以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念佛法门呢，条件是最少的，最简单。你看经典，只有三经一论。啊，实际讲呢，只有三经。啊，那一论，天亲菩萨自己等于说。他修念佛法门的心得报告啊，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啊，他是怎么样修行成就的啊，是一份呢参考资料啊。真正的这个经典就是这么三部经的，诸位都念过啊。啊，分量都不多，分量最大的《无量寿经》，现在《无量寿经》很多人每一天念多少遍？啊，最简单的《阿弥陀经》，从头念一遍，五分钟够了。啊，你说多么简单，多么容易。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敌不过烦恼习气，难在这里啊！这么好的方法的时候呢，不会用啊，那就是净念相继这四个字做不到啊。实在讲，这四个字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到的啊。为什么做不到呢？烦恼习气太重了，不能够克服烦恼，不能把念佛养成一个习惯啊。
这里头真正的问题还是善导大师讲的话没错，总在于语言不同啊。这个语言是什么？老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好的学习环境啊，这个就是语言不同。业障再重，如果你遇到的语言好，哎，你有好老师教你，有好同学可以常常提醒你，有好的修学环境，没有一个不成功。祖师大德讲啊，万修万人去，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们相信这个念佛这个法门，人人都做得到。啊，人人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有圆满成就。那么我们说缘，三十细念这个法师，这是最殊胜的缘。主法的和尚善知识，出家在家共修的善友，道场最好念佛的环境，原因具足啊。这一次祈请讲解三十细念法师是胡居士啊，他母亲在病重的时候，在弥留的时候，他来求我啊，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如果他母亲还有寿命啊，希望他的病早一天康复，如果寿命到了，帮助他念佛往生，这份孝心呢，啊，我们受到感动啊，啊，所以把这个法事从头到尾讲一遍，啊，我估计他是100个小时，啊，果然没错。我们今天讲的是52集，1集2个小时，啊，104个小时，我想后面不多，啊，大概再有两三次就讲完了，我想顶多不超过6个小时，啊，再有3次可以圆满了。啊，那么他母亲往生了，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帮助他增高品位呀！中峰禅师这一番的开示，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我们看下面这是诸佛劝勉的话，今宵三十细念佛事讲缘啊，这是第30啊，细念啊，一心细念阿弥陀佛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
这个佛事将要圆满了。王林诚挚上善，决定往生，这八个字重要。啊，知就是此，啊，就是这个，用现在白话讲就这个，你成这个上善，上善就是指这个佛寺，三十七年的佛寺，这是上善的行法，啊，修行的方法，决定往生了，这个言语坚决。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且道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呢？啊，这个语气都是宗门的。中风是禅师，那这个禅的意味呀，我们在这个系念法本里面啊，常常能够看到。啊，切到一念未蒙，就是一念未生，啊，一念未生之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啊，啊，有没有这个消息呢？宗门里面讲疑，小疑有小悟啊，大疑有大悟啊，不疑就没有悟出来。所以疑情，禅堂里面的堂主常常用这些方式提起大家的疑情，啊，这个疑情呢没有解答的，啊，如果有解答了你就没有悟处了，啊，没有解答听了之后有人豁然大悟，有人茫然无知，啊，这个叫什么？疾风雨，不到这个境界听不懂。啊，后面大师有一首偈。世心空寂，念何依呀？那一念未蒙嘛，一念不生嘛，一念不生，这是心是空寂的。啊，你问还有没有消息？啊，你依什么呢？实在说。这句话里头意思很丰富啊，啊，是心，我们读啊，这个地方要顿一下，是心空寂是本觉心是瞻及灵敏，啊，念呢实觉，实觉和本觉朗然大觉，真如理地，法而如是，
不能说它有一没有一啊。有一没有一，你起了念头了，这里没有起念头啊，一念未萌啊。所以这一句就是答复前面这个问题。下面完全落实到思想上来了，啊，故国云归，孰为归呀？故国是你的老家了，啊，老家在哪呢？极乐世界。啊，我们念佛不都是想往生极乐世界吗？现在还没回去了，啊！可是现在我们总算是明白了，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这里头还有问号。啊，真的明白了啊，急急着赶快要回家了。我们旅游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出了麻烦了，这地方有动乱了。啊，你孔老夫子都说啊，为邦不居啊，乱邦不入啊。现在这个地球上既为又乱，哎，回去吧。这个话就是这个味道。啊，花外玉鸡啼晓日。花是莲花，七宝池里头莲花，啊，这一句话意思是破迷开悟啊！啊，玉鸡啼晓日是比喻，把这个破迷开悟啊，比作天亮了。天明了，什么时候天明呢？我们在迷而不觉，就像在黑暗里头啊，一念回光，就好比天亮了。破晓时分，鸡叫了。啊，比喻开悟，开悟，比喻从迷惘里头回过头来了。啊，圆隐心佛奉此位。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心佛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观音是智，啊，还有一些菩萨声闻大众来迎接你呀，啊。迎接你的人都是熟人，啊，他们在过去生中已经往生了，早往生的。都是你认识的人，是你自己的亲家亲眷属，是你自己的同参好友。啊，过去生中在一起修行，他成就了，我没成就。啊，我还在轮回里打滚，啊，总算不错，今天我觉悟了，我成就了，他们跟佛一起来接引。所以要知道啊。真正好朋友啊，知心的朋友啊，都在极乐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孤单呐，啊，
生生世世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同参道友到极乐世界通通见面了。哦，我一问，哦，你是什么时代什么时代啊？啊，那个才有味道了。啊，而且怎么样呢？个个都成就了，没有凡夫。啊，那真是经上所讲的，全都是阿惟越之菩萨。这个境界还得了啊！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就不会再犹豫了。啊，真的，什么念头都断了，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诚自上善，决定往生。现在时间到了。